大家好，我是本周的领动员 ，InQone 博越，快来和我一起参加本周的全民线上运动会吧！今天要挑战的是刘教练版本的《本草纲目》，然后呢，在这套动作的基础上，我会替换一些高抬腿还有深蹲的动作，在短时间内能够让你暴汗、燃脂。如果你准备好的话，和我一起五、六、七 ，Let's go！七，高抬腿，你的大腿一定要抬到90度，再来一次，准备，深蹲，开始。再来一次。膝盖千万不要超过脚尖，不然会伤膝盖。准备休息，五、六、七 ，Let's go。六、七，换。刚才的六、七 ，Let's go。大腿一定要抬到90度，来一次，深蹲准备，膝盖不要超过脚尖，喘口气，从。好，再来，五、六、七，换，怎么样？这动作是不是反而显得很简单了？就五、六、七，高抬腿。再来一次。全部做深蹲，多练习一下大腿的力量，还有你的核心。平常我们在台上唱跳的时候，核心是我们的宝藏，也是一个关键，所以需要经常锻炼大腿的力量。最后一组了，耶、yeah! ！